手游酷玩。庞巴杜僵尸，放学把你的笔记借我抄抄呗，我请你吃麦当当啊。你好像都欠我七次麦当当了。哦，嗨，庞巴杜僵尸，色彩练习帮我画一张呗，回头请你看3D 大片哦。又是回头，不会再上当了。你下课叫上海盗僵尸到操场，我有事情宣布。下课。你们以后不要再用各自的手段来贿赂我了，我做人是有原则的。太搞笑了，他居然说他有原则。那你都是什么原则？首要原则是所有服务只收现金。友情价都这么贵，太贵了。原则，喜欢记得订阅哟。